Hello， 大家好，我是喜聪。现在我们来到啊这个柔佛鸡卵这个甘崩巴亚新鸡卵这边啊。啊，我们这边呢有一个很地方上的特色，就是这边有一个凌晨鸡饭，就是这个新鸡卵的这个篮球场这边呢，啊有一个半夜卖鸡饭的，是鸡卵人就知道了啊，这个东西啊就在我后面这个档口。哎。明天我们要去拜清明啊，所以我妈妈来买一些明天的祭品啊。OK， 现在我们来到这个鸡卵的老街啊，哈，鸡卵的老街的夜景啊，那个灯光啊，蛮美一下的，拍给大家看一下。啊，这就是鸡卵最老的大街，叫什么姓？那个电影应该转去张秀科街改的。也转去改变改。啊，等下再转出来。哦，比较亮哦。然后你再转来，对，转出来，再去不叫回来。这是我们的bomb吧。这个对称路口啊是加冕戏院，以前是一个戏院来的。这里是邱氏牙科，以前我做工的地方。看这个灯光，这里叫做九 Vest， 以前有一个海螺在里面，以前林俊杰来登台的时候我就站在他前面。你的教会啊转给你了，这个 building 就是我们鸡卵的教会紫卵阁。那那那不见不见，算了算了，不见不见。啊，这样啊。新年告别。